大家有沙天有没有看到齁，我有这个付费的宝石4110哦，那我买了什么东西呢啊，真的是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氪金啊，所以说我没有救到 31B 的队长，嗷呀，这个让我太难过了，我的实力太不够了，所以说呢我决定哦，我决定要氪金拯救这一个世界哦。好，那我买什么东西呢，我看到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哦，就是290块钱，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些升级基本所需的这个东西哦，重点是呢他有这一本书哦，这一本书我们看一下齁、哦，这个是五星的饰品哦，然后呢这个是来看这本书齁、哦、强化课本哦，你看齁、哦、这个课本齁、哦、一买之后呢直接升到100级，诶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齁、哦、就是蛮有帮助的齁、哦、因为我这个怎么讲呢，打活动的话就是勉勉强强，然后呢这个挂网呢就觉得升得比较慢啊、那我觉得挺适合我这个懒人的、哦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术形态哦，我有很多角色想要玩哦，那因为说这个同名的角色等级是可以继承的，不过像是这一只齁、哦、这也是抽到的与死共舞的美少女，这个的话应该是怎么讲呢，这个火队的话齁、哦、必须的角色吧齁、哦、他的这一招火属性强化空间对不对齁、哦、然后呢我也有抽到这一只角色齁、哦，他的这个是我唯一的一只 debuff 的这一个角色哦，所以我也是想玩他，不过呢他们的等级都是零级哦，所以要升的话比较困难一点，那我们就直接齁、哦、这个用书本来喂喂看哦，看看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哦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这个等一下、哦、直接升吧齁、哦、升级的话呢是不是要在这个这边可以升级吗，看一下齁、哦、这边好像不能升级哦齁、哦，往下拉，诶，这个地方不能升级吗？能力特性没有加呢齁，那我要到这个部队里面才能去升级对不对齁，诶，抱歉抱歉，我忘了领礼物啦齁，这么多礼物齁，全部都领。好 ,290 块台币齁，我一共买了三包齁，想说凑这个付费红宝付费的这个石英齁，凑够3000来抽哦。所以呢为了拯救世界呢，我决定只要我抽到一个我没有的这一个角色齁、哦、我就给他刻一本齁、哦、刻一本这个直接升到100级的呵呵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玩不同的角色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齁、哦、我们来切换一下齁、哦，所以官方想赚我的钱的话呢，诶，让我多抽点 SS 哦。好，譬如说我们选这只角色，然后呢哎呦现在是火的对不对，然后我们把谁换掉啊，诶，每一只角色好像都蛮重要的，丽华咒吗，毛声月歌，这个没有属性哦，这个是基本的，换谁啊，好啦，我们换个和拳游戏是很重要的 breaker， 我没有 breaker 诶，然后好啦，就换掉这个女主角好了，然后呢我们换谁呢，我们换刚刚我看到的这一个，诶，这一只角色齁、哦、debuffer， 好，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齁、哦、我现在40级哦，那我们给东城师来升级好 ,LV up, 这一个氪金的课本噔噔，哇直接到100级哦齁，哇哦哟喂啊 ,7 到100级有没有啊，到达90级可以转身哦，转身的话 ,LV 会重置为 1, 转身奖励将会加到基础，超过90的话转身会继承下来哦，是这个样子哦齁、哦、我还可以顺便转身哦，那怎么转身转身齁、哦、真的可以转身欸。啊转身之后我会变什么，转身加一，我、哦、天哪练都练不完。技能格数可以变四个，还有运气哦，啊运气是干嘛的，齁、哦、啊那我就转身啦、啊。啊我变91级了齁、哦。哦哦这么好、哦、好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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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、哦。来来来来来齁、哦。已经达到30级 ,40 级来来来，我要我这一个。欸那如果是同名的角色他也会有吗，啊你也可以转身了吗齁、哦。哇马上就有强的角色咯。好然后我们再来哦。转身这个道具我还有。好那你也来转身哦。哦转身两次。哦技能格数。哇、哦、齁、哦、好像还蛮过瘾的。哦这个刻下去就不得了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齁、哦、学一下。好、哦、这个290除了这个经验值的书本之外呢，它还有基本什么斩啊突啊齁、哦、这些升级的这个道具哦。好、哦、我们这个当然是要学啊。好有角色没有技能那也是白搭哦。哇诶糟糕我是升太多了我只有买三套诶齁、哦、好像我只要升到基本有这个技能就好了齁、哦。好升一下再升一下。啊斯巴拉西好这个。OK, 极动咒语。啊这个也升。OK,
好，这个先不要，这个先不要，好，就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抽一下，而且是要用付费，付费跟这个免费宝石不要混在一起，因为付费宝石的抽是比较珍贵的。好，譬如说你就可以抽这一个，这个 Angel Beats， 然后呢 B 出 SS 战型哦。那我的付费够，所以说我就要来抽一次，看看有没有抽出我没有的这一个角色哦。好，我们再抽抽看吧， B 出一个 SS 哦，来给我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吧，我要来拯救世界咯。哎呦，最后一个啦，天哪，就是要等到最后一个啦。哎呦，这个好多只哦。哎呦，新的呢，哎呦，通口圣华哦，也不错哦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有了，好多哦。好，是谁呢？哎，李英夏哦，哦，卧龙呢？哦，这氪金值得呢，哦，碎哦，哦，每次刷手抽都说要这一只的哈、哦，哇，这是氪金的奇卡拉有没有哈、哦？好，哦，刚刚有说哈、哦，新角色呢就是要为他失我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这只角色的话，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哇、哦，真的是哈，氪、哦、这个金有爽有爽，来来来看一下哦。他是等一下稀有度排一下、哦、稀有度的话李印下在哪边，这里齁、哦、他是 buffer 哦，那他跟这个星罗会不会重复啊齁、哦、这两个都是 buffer， 那他的 buffer 是什么，卧龙天命应该是可以吧，这可以叠加吧，牺牲 DP， 然后呢这个增加前卫的技能攻击力哦，感觉上不错咧齁、哦、然后再什么无中生有，用强力之舞大幅提升我方单体技能，那就是一直叠上去啊，连级数伤害小提升54 SP 高于0就可以使用，这么省哦，齁、哦、然后呢他基本上就是两招嘛，对不对齁、哦、然后再加上他的 A 级的基本的这个招式齁、哦、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嗯，好啦，不管啦，我们先给他升上去了，哎呦喂啊齁、哦、哎呦齁、哦、还要羁绊等级3哦，好，那两个 buffer 就两个 buffer， 反正就是前面慢慢打嘛，慢慢叠嘛，然后最后面再一口气轰出去。我最近看几个这个攻略的影片都是这个样子哦。好，那我的部队呢应该怎么凑？哇，大家这个集思广益哦。这个我要上谁啊？我一定要有一个攻击手嘛，丽华咒算是合格的攻击手嘛。然后有一个 debuffer， 对不对？啊，东城市也是 buffer， 这样不是一堆 buffer 了。仲春百合哦，可是我现在也不是尴尬哎，这个东有一个西有一个，谁要当主攻啊？哈、哦，是丽华咒吗？哈、哦，丽华咒的，哎，等一下，丽华咒的这一招大招，看一下哦，他的那个技能天使光线 SP 15，好像集满打下去也是不错哦。然后东城师重村，哎，我不知道我要换谁，这个是我没有 breaker 也不行啊，那个 DP 都好厚啊，还是说没有 breaker 没差，来来来，好，我来换一下，换个李应下。好，如果说这个有这一个怎么讲呢，就是懂的人呢，看看我现在这个队伍该怎么组比较好、哦、然后我们来找一下齁，李应下在哪边，哎，李应下有这么远哦，李应下在什么地方，哦、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齁，好，理应一下，睡睡睡睡睡齁，好，来氪金的书本齁，后加后加齁，一吃马上就100级哦，有没有齁，不过呢转身道具不够了齁， walk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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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，好，然后呢这个技能升一下齁，强化形态卧龙天命啊，全部强化了，哎呦齁，全部都升满了啦，怎么这么舒服，然后再来就是羁绊三齁，然后这是模组齁，模组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诶，我氪金有买到模组吗？它是什么啊 ?DP 灵巧。它算是 buffer。啊，管它了，哪个加比较多，就我看一下齁、哦、就灵巧吧。好，推荐齁、哦。OK, 齁、哦。四瓶。好、哦、对不起哦，我是直接氪金的哦。哎呦哦，五星的有没有齁、哦、奥义戒指。齁、哦。然后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、哦。
啊，你也是哈。来来来，氪金的，哦呦喂啊哈，哦这个，哦超级舒服的。然后再来是谁？东城师是不是？啊，你也来，你也来哈。我买三包啊，一人一包哈，这个不用抢哈，大家都五星。好，就这个样子。那、啊、你的话呢？你要装备什么呢？你是 buffer 哦，我们是随便装备一个，好推荐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好 ，OK， 那我就用这个阵容来打打看哦。我们来打什么呢？强化培育，糟糕，我的那个生命快满了，要来刷一下这一个、哦。好，我们来打一下活动，人近战。然后呢，我原本第四个打不赢哦。好，现在试试看哦，消耗生命力。好，我现在总战斗力8900了，打得赢吗？打得赢吗？不是很确定哦。好，试试看哦。我打算让他当主攻，然后呢，爆裂火焰这个样子。好，啊，你来前面，然后呢，你上 debuff， 这样对不对？然后牺牲 DP， 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灾厄状态。封印，欸，好像是要脆弱是不是？可是这个 buff 可以多久啊？提升五次，先取消好了。好，我先普通攻击，继续累积我的 HP 哦。没有什么想法呢。我差不多可以叠了吧，哈，这样子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还没，不对不对。抱歉哈，我还是新手哈。我想要叠给他哈，我想要叠给他，然后呢，让他变脆弱哈。然后他变脆弱之后呢？他变脆弱之后呢，先这样子。这是什么感觉？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，火焰好，然后牺牲 DP 好，然后火焰出来了，再来一个破坏率大，这一招十连击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子对吗？好，试试看。啊，牺牲 DP， 大家 DP 都减少了。啊 ，break 了 ，break 了。可是他只有 break， 并没有打出什么很破格的伤害，还是说应该是 break 之后呢，再输出哦？哇，我 DP 不够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还有这一招啊。我应该先提升暴击是不是哈、哦？啊，哎啊，增强好像应该在后面啊，超高，增强好像应该在前面，好、哦。哎，有哎，他增强帮我先放哎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打赢这只敌人嘞、欸、哈，可是我觉得我打的乱七八糟就是哈。Overdrive。
耶、yeah, 我获胜了齁，只是打得很乱就是了，不过好爽哦，因为 我之前这个8000的完全打不赢哦。欸，可是怎么他打我好像比较不痛啊齁，还是我的错觉。好，过关了齁，然后呢再下一个挑战是，欸，为什么不能10000啊、哦、这个记忆迷宫 B40, 哇、哦、这个有够烦，这要跑好久哦。好啦，那诶不对不对，我们还可以打一下积分挑战哦。好、哦、这个好、哦。也大家都说打18万嘛，对不对，可是18万太困难了啦，我这个才玩10天不到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看齁、哦。我上一次最好的分数是最高分数是6200哦。6200是不是，我的目标是41啦，因为这样子我积分就有9100了。9100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拿到这个齁、哦、这个宝珠了齁、哦。所以呢我希望说我这一次我可以挑战这一个 ,9300 哦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好，看行不行哦齁、哦。氪金的奇卡拉。哎，还是你哦！啊，前面，哎呦，好像有点小卡卡哎哈、哦！可是敌人蛮痛的，糟糕！我的星罗是不是就只能够一直补血，一直补血了？对啊，这个游戏是不是前面都没什么事做啊？你就只能够一直补，然后呢，就是一直累积 SP， 对不对？继续累积 SP 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好、哦。这比谁气场的游戏哦。诶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齁、哦、还差一点点。我看看哦。我们要让谁当主攻呢，应该是他吧，对不对齁、哦。他是。我们想想看齁、哦、我想想看哦。先给你好、哦、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好、哦、先给你好、哦、然后给你降个脆弱好不好，你的话呢就展开火属性啊、不对，你要先上来给我上 buff好、哦、，buff 这样子，好、哦，急动咒语，好，先这个样子。变脆弱吧。没有人在防的啦，然后再来。还没有攻击哦，还没轮到你们。全体暴击，然后。诶顶一下，然后再来是你，来我也给你 buff， 再来一个无中生有，好，全体暴击提升，这就是星罗的力量，好，再来，不对，先上这个火焰强化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大灾难，然后再来是你这一个天使光线，好，这样子，好、
哦 ，breaker 大灾难！哦，天使光线，天使光线！啊，管他 ，overdrive！哦，14万！哦，好像不错呢。如果说，不是十四万哦。哦，对不起啊，积分才14800啦，是我打出140000啊，没有什么180000哦，抱歉，还差得远了，不错哈、哦，有爽到 ，OK 哈、哦，好，好、哦，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氪金的这个力量哦，好啦哦，我觉得我氪金非常值得哦，对，那就这个我看一下哈、哦。刚刚领了一些东西嘛，我们来看齁、哦、任务。要注意免费的石英跟这个出资石英不要混在一起哦。好，领一领。好啦 ,OK, 好，那影片就是这个样子啦齁、哦、那这个接下来呢我要再继续拯救少女的这个世界咯。好，那这个谢谢大家观看齁、哦、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